你竟然没事！哼！你要是小爷的不会有事，龌龊之徒，找死！林墨，你给我等着！ 这是摄魂灵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刚不是故意的。没事。林墨，我还是没防住你的那招。林墨，你怎么了？你醒了？啊！你跟朱光宇交手的时候吸入了毒气，之后又被我偷袭受了伤，现在你还很虚弱。那失恋的，该不会是朱光宇那个贱人赢了吧？朱光宇也被你打伤了，反倒让我得了便宜。那就好，也算是肥水没流外人田。什么肥水啊，田的，口无遮拦。 我不能要，你拿着吧。嗯，你要杀了你，长老，莫长老，你一定要救我，都是林墨和苏寒那个小贱人害的，请长老为我报仇。朱光宇，给你机会都没把握住，现在摄魂灵落在了他们手里，用一些旁门左道暗算同门，朱光宇，就算我是长老，也救不了你啊。 我找了，你竟然干什么？朱光宇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你这登徒子，你干嘛？你说呢？ 你可知这药有多珍贵？我知道，但是它再珍贵，也没你在我心里珍贵。好了，既然知道珍贵，还不赶快运功调息？感觉怎么样？好神奇啊，功力一下大涨了。那就好啊，我这伤也算没白受。 如今我功力大涨，你的伤势也能好得更快了。怎么做呢？我的水系功法本来就是善于疗伤，只要阴阳调和，你的伤势就能好得更快一些，就连丹药残存的药性也能让你功力大增。阴阳调和。嗯。那。 林师弟，莫长老有请。
来了。林书记，林书记，那林书记，林书记，莫指导有请。那大胆林默，竟敢残害同门，有心呵气歹毒。自打你进了门，得罪过你的师兄弟，无论是林恒还是朱光宇，都被你用阴谋手段杀了，简直罪不可赦。朱光宇死了？原来如此。长老，您这杀人嫁祸的手段还真是娴熟啊。死到临头还敢胡言乱语，明日本长老就要在大殿当着所有弟子的面将你明正典刑，好好珍惜这一夜吧。林恒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林默，没想到吧。林默，没想到吧。你不是死了吗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我是林晨。对了，他们是双胞胎。你竟敢杀了林恒，如今落到我手里，我已经奉了魔长老指令，明日亲自操刀，你就给我等死吧。苏师姐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林师兄了，咱们走快点吧。我也想救他，可魔长老他们一定早有准备，我们现在救人只会自投罗网。那也要救啊，要不然明天林默师兄就要被明正典刑了。苏师姐，好吧，龙潭虎穴，我们也只能闯一闯。你等我回去筹谋一下。那你快点哦。师妹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林晨，竟然不叫师兄，目无尊长。你说你这没大没小的，我该怎么罚你呢？林默师兄不会放过你的。林默，林默，你们每个人都只知道林默那个废物。我告诉你，他明天死定了，今天晚上受多少折磨也不过是我一句话了。佳佳师弟，你也不想你亲爱的林默师兄临死前都饱受折磨吧？不想的话就给我老实点，让我也尝尝林默尝过的滋味。让我也尝尝林默尝过的滋味。哎，本大爷还没死呢，就这么着急？你简直比林和那个狗东西还狗啊！你，林默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擅自出逃！林默师兄，这家伙很强的，要不然我们赶紧跑吧。跑？哼，我可是来报仇的，跑了岂不是便宜你这个狗杂种？跑？只要你们敢跑，整个林海宗都会追杀你们。跑，丧家之犬
还想往哪里跑？那我跟你一起对付他。不用，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。大话说得漂亮，待会儿可别让女人帮忙。师兄小心。白云掌也不过如此。聚赵武魂，你还无量阳。怎么可能？林海宗弟子听命，今天是凌晨惩戒武力师门的弟子林墨的时候，待会儿都来做个见证，今后安守本分，否则今日的林墨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听说长老今天要惩戒我，恐怕你的心愿要落空了。林墨，你好大的胆子。魔长老，昨天是凌晨允许比武的，而且他自己也可以作证，这次比试只有他和林墨两个人，对吧，凌晨师兄？是我输给林墨了。林墨，你别得意，此次选出代表对抗魔星没那么简单，本来是内定凌晨去的，既然你赢了他，那就由你去死亡之地一趟吧。本来是内定凌晨去的，既然你赢了他，那就由你去死亡之地一趟吧。你，林墨师兄，你可千万不能去死亡之地啊！对呀，那里可是无比凶险的地方，进去就没有命出来。你林墨不是自诩天下无敌吗？你林墨不是不让凌晨指挥，自以为比他厉害吗？依照预言，只有死亡之地封印的宝物才能击败魔星。既然你打败了凌晨，就该肩负责任，不是吗？林师兄，你不要答应他，这是个陷阱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林墨就是个缩头乌龟。既然你想做缩头乌龟，那就滚吧。好，我告诉你，这死亡之地我林墨还就去定了。